每个人的小小世界，只对最亲密的人打开。幸好的是，在爱人的眼中，再平淡无奇的房间都有独特的意义。乱糟糟的每样东西，其实都在齐声讲述你经历的故事。让爱人进入，让爱人聆听，因为它将会是你以后故事最重要的一部分。朱老师，你的任务卡。白老师，你的任务卡。两位老师请准备一下，明天早上9点会有节目组的专车来接白老师。都挺重要，我觉得责任感比较重要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有安全感，然后每天能不能在一起。理想中的家，房子不一定很大，但是里面有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小梦想。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，在什么地方住什么样的房子，其实不是最重要的。我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，那地方就是家。然后，其实就是去感受就好了。剧本休息一下，除了运动就是宅，打打游戏，然后看看电影之类的。对，平时本来就还比较宅，比较在放空的状态当中，就特别享受什么都不干，往沙发上一躺，听听音乐，看看电影，打打游戏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房间，有点像游乐室，然后也不会吵到别人。恐怖片，增加两个人的亲密感。其实在之前的很多老片，现实主义题材话题比较多的这样的戏，然后互相去探讨。电脑版的吃鸡，绝地求生。绝地求生，吃鸡。我们第一把是准备进决赛圈了吗？那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老白同志，你还有饮料吗？有，我给你扔俩，我总共4个。哇，好，可以。很近了，两个人。左手右手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哇，买保险了吗？你开枪了吗？没有啊。先稍微狗一点，对吧？对。这个套路可以，怎么能说是狗呢？我们只是战术性的躲避。我感觉我们要吃鸡了。第一把我准备零杀吃鸡。是吗？躺鸡是吗？躺鸡。哇，快来 AWM 两个八倍镜头拿一个。哇，热身。对，只是热身。那肯定是龙哥呀。他比较厉害，这个区分龙他比较厉害，龙哥很厉害，很厉害，他职业战队，他都还打职业战队，他都是线下赛的，龙哥厉害，他厉害，龙哥真的很厉害。
不如你们打一架吧。我开车容易出车祸。老白，你车技行吗？开玩笑，真的是老司机。你要把我撞死吗？你是哪个？你是这个吗？啊！我去！干什么？哎，咱不要去他，龙哥唱首歌。龙哥唱首歌，快！你竟然攻击队友？没有，我刚上来，不小心，不小心。纯属失误啊，失误失误。你赔我一瓶可乐。龙哥，又是你吗？龙哥，你该打我一拳。你屁！我。你怎么这么皮？不是我。龙哥，你死得好惨啊，我继承你的装备了。哎呀，老白兄弟，漂亮。哇。我呀，他倒不菜，他玩的也挺好的，但是他就会比较猥琐，猥琐，猥琐一点，就是他就会在一个地方趴着不动啊，或者别人来了他要跑啊之类的。平常总和龙哥会一起玩吃鸡，然后他也没我厉害，没我厉害，也没我厉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雨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宇。觉得对方长得很帅。知道。觉得对方比自己更幼稚。对方是自己的理想型。什么？怎么了？你用的叉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举错了。节目之外的时间有约对方一起吃饭。两个人之间有专属的昵称。哇哦！有和对方吵过架。没有见过。对，没。想和对方一起去旅行，会公开和对方的关系。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相爱吧，我们在这儿等你哦。几个月